这幅画是你的了，这本来就是你的画吧。 万宝阁由我看管，所以我做的这个主人。谢谢你。 不过我总觉得这幅画跟之前我那幅有所不同，是吗？也许是你记错了，小春儿，这才是你过去的样子。 龙道友啊，今日你我二人定要好好畅饮一番。好，本王也想见识一下你那些能歌善舞的徒子徒孙们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请上座。您请。请。好。哎，诸位仙家道友，请入座。 哈，仙山呐，啊，果真非同凡响啊，处处美轮美奂。嗯，山主，嗯，智山有道啊。哎呀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龙道友，你这也太客气了。哎，只是不知道这修仙的生活，真的像表面一样看上去安静平和吗？嗯。 楼阁殿宇粉刷一新不难，但是否真的坚实，先一阵风便知晓了。真金尚不怕火炼，怎会怕一阵风呢？龙道友这些年没见，倒是返老还童了。
像年轻人那般冲动气盛，当心做事情的时候会吃亏呀。山主，久居山中怎拿玩笑话当真了？我这何尝不是在说笑？来来来，请请，诸位请。哎，山主好福气啊！嗯，收了不少俊美弟子啊。徒有其表，不值一提。哦，龙道友收的徒弟，我看来啊，才是个个秀美出众。嗯。师父，家宴怎能没有歌舞？小徒愿为山主献上一舞。还等什么呢？奏乐献舞。诺。道友，哦，从你弟子的表情上看，想必山中闭塞，平日无甚娱乐。歌舞这件事情，我确实是不好。哦，不过山中弟子啊，有一些也喜欢这样小打小闹，是吗？哎，龙道友若是喜欢，他可以出来助助兴，耍个宝呗。好啊。玄珠啊，弟子拜见师父，拜见白河龙王。来，起来说话。诺，这是我新收的弟子，当年是大离国的公主。哦，金枝玉叶啊，难怪看上去像个逸群之才啊。龙王过奖了。哎，玄珠啊，你之前好像也会一支舞，这次龙道友前来拜访，咱们香曲山也不能失了礼数，你把之前的那个舞啊给大伙随便的跳一跳。诺。我没有啊，这样的美的舞蹈我还是第一次见呢，看起来真赏心悦目。
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。为什么？九灵大人不在，你当然不高兴。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龙道友，小打小闹，您客气了，客气了，莫要见笑啊！哎呀，谦虚了，谦虚了，去吧。诺。龙道友啊，我是真没想到。你竟然有如此的雅兴啊！哎，你看你收的这些徒弟啊，也个个是绝世幽灵啊！别提了，操碎了心了。